你要我哥死啊？程轩，哥，你快躺下，别动了，伤口。你说什么？什么真相？萧程旭，你心心念念的贺兰明玉，从今天晚上起，你就要叫她王嫂了。我说，王上新娶的侧妃就是贺兰明玉。给王上请安，请王上恕罪，我们郡主因为有点紧张，所以多喝了两杯。朝官也不带，团扇也扔了，莫非是嫌我来得晚了，惹得丽妃拾起了性子？上恕罪，那个东西太重了，臣妾带不住。还是这般调皮，快起来吧。谢王上。是我来迟了，我已问过司天台，他们说今日确实是个好日子，吉时都成双。刚才错了你的礼时，我们现在就补上，好不好？谢王上。满福，老奴在。诏书保册还不呈上？是。哥，驾！驾！驾！宣召吧。是。哥，驾，驾！问君：以礼乃寿，二男垂范，王峰之所积，各宫分职，殷教之所系，不能轻跳策于九霄，同礼乐于八表。拥临郡主贺兰氏名誉，陶西辟之和，生庆善之族，玉翠其度，渊亮而终，用家充辉，贤起优渥，授以辉命，时允茂典，可册丽妃。谢王上。驾！驾！哥！哥！驾！驾！
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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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用再进了，哥。现在赶过去也没有用了，其实这大闹一场也来不及了。哥，你听我说，回师一定。明玉要嫁给皇上了，可能你不会嫁给任何人。他说会等我回来，他不可能嫁给任何人。你不要再傻了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他已经做好退路了，他已经这么做了，他把你们的感情都抛在了脑后。你不明白吗？因为这样的女人，你去做什么？就算。要嫁给普通人，我也要亲眼见证他，让他亲口对我说，否则我死都不相信。张轩，老弟弟，我不去见他。你顶住了。